大家好，现在我在市场，我想买冰淇淋和pistachios，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讲，我不知道我想买我想还有买，对不对？不知道。我认为我想买tortilla chip。我给你们看一下。我叫了Oreos。但是我爱吃 Oreo， 但是今天我不买 Oreo， 我会买 Doritos， 因为我要去了。现在几点？我九点吧，可能，我不知道，I want to buy some smoothie. 我想要买smoothie 和我会我不记得我不记得字，我不记得字。我给你们看一下。我想要，
开那些。为什么？所以我要觉得，好，很好，我喜欢的，我喜欢。这个市场是Meijer，因为我喜欢这里来Meijer，因为我不喜欢Walmart，还有等一下，哇，现在正在怎么讲付我的钥匙，多少钱？是6.40吧。是6.40吧，40。我用信用卡，付我的钥匙，怎么讲？不知道。我刚才买东西，我刚才网上，对不对？我刚才网上买东西，所以我会去我的家。我想要联系中文like this，因为我认为我必须
用中文更多。这么我忘记这个视频，大家谢谢，拜拜。